对我来说，我的性别认同就是我是男生。我觉得如果人只能被分成两个性别的话，其实还蛮困难的，因为本来就有很多不一样的个性。如果要把人硬分成就是只有男跟女的话，其实还真的蛮难的，应该要有很多这中间的选项。没有什么一定是男生可以穿或者女生可以穿，那对我来说中性就是介于不是男或者是一定是只有过去的一定要怎么样的中间的选项。我还蛮不典型的男生，就是我有时候应该说我思考的东西蛮细腻的，可是很多点我又很那样，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介于偏中间的人。